嗨，大家好，我是天地二三。我记得每2天或3天没抽都可以抽到75%。那，看看，怎么按？哦，对，这个很好，好爽。Tenno, your codex has been updated with a new quest. 这干什么的？New Quest，所以我要做完这个东西就会有新的任务啊。听他这样讲的话，应该是在指这个。干几天没养就70了，超夸张的。我觉得要换钩了。可是我那时候看到啊，没关系。我那时候看到别人那个他的吸尘器啊，还可以吸卡片、吸材料，欸，奇怪，难道是我没装吗？然后算了，没关系。这库珀，怎么那么肥 ？Rock 啥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最咬人的？不对哦。那上次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这一只以前真的啦，真的，一开始是白色的 ，Iron Skin 是白色的，后面就一直改金的，然后后来改黑的。然后我们今天带了枪，我们我们等一下哦，会去那个。我看一下，它原厂设计是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自己配这个。那刀的话，我们随便了哈。我以前都不开不论的特效啦，后来开不论，我觉得哇，干夸张这个颜色。那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配置。基本上我看一下哦，它有没有完了。这有问题，这个是应该是自嗨的，这应该是刷东西的，这个是 物品的雷达，然后这是敌人的雷达。基本上我比较喜欢跑步背刺嘛，这两个有差吗？哦，这个是那个 power duration 的，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不错啦，这个踩的距离太短了，我不喜欢，所以通常我会比较喜欢踩的距离长一点，好，就你这个配置哦。那我明明记得踩下去，对啊，6.4秒，为什么最近踩下去要几秒就掉下来了？很奇怪。那这个枪我也有给马铃薯，因为这个枪我也蛮喜欢的。那我的配置大概就是很普通啦，就是哦对，因为它唯一一把武器 Marty Shot。的卡片哦，干，所以那时候 Hex 超强的，当然还有比他更强的那个，对，还有比他更强的那个，这上面都是攻击力的哦，雷啊，雷毒活动的啊，这个 reload 是我，这其实不是我要装 reload 的，这一张卡片是最重要的是下面那个加 1.2 punch sword， 它那个穿透加 1.2， 反正就是拿来穿人的，这就是消化一下地板上的那个太多不必要的。不是，那不是那捡弹夹，是消化不必要模组，因为那个弹夹把它转换成我的散弹了，把别的弹夹转换成我的弹夹。好，走，头盔我故意换这个啦。其实如果真的要跑快一点的话，我一定会换冲锋头盔啊。冲锋头盔其实算是绝版的，啊，我很喜欢这个啦，因为 armor 也有加，那会比较硬，那又加这个，我比较喜欢跑步啦。那如果你要跑超快的，就是直接选那个头盔就好啊！我是想说给你们看它的 prototype 哦，原型，原型体长这样。在我们玩之前，我会测试一下哈。它现在多了拍照模式，那因为顺便介绍一下武器，我后面那个图腾，我以前很喜欢后面那个有没有在亮的那个。现在看我都觉得好丑，不知道以前喜欢这样配，现在看我觉得鸟鸟的。他 Iron Skin 我看一定也是黑黑的。变金了，怎么会这样？同样一只为什么你就是金的嘞？对啊，干好怪哦。这样，我记得，我真的搞不懂。那，放一只怪好了。
然后这边怪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去，我觉得好像是要靠扫描了，觉得啦，等级把它调130。Simulate Go， 通常都会在这边。开枪了！我比较好奇的真的是他金色的铠甲，干我真的不知道哎，我等一下换头盔，我他妈我等一下换头盔，我看他是不是真的金色，但是太扯了。我这只能一发的，好吧，大概就这样了，好走。我换头盔，我不相信，这我不相信。后面那个图腾算了啦，我懒得拔掉，也不是算图腾，就是一些有的没的 LED 那个就算了，把它拿着。我们换头盔，我们故意又换这个好了，这就是冲锋头盔啦 Vanguard Helmet。哎，等一下，这要看了，要看。我应该是有功能的那个吧？对吧、啊？有功能的。欸不对哦，他怎么好像改版了？是 B 的嘛？对，对啊 ，OK 的。Excellent armaments. Excellent. Please return covered in blood. 嗯，这把剑我有了。那他现在这个应该是任务嘛？这把斩断枪够用了，基本上大大小小怪我都可以 K 啊。我忘记带那个扫描，我上次走一走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宝箱，是透明蓝色的。透明蓝色的宝箱，然后他说要 scan， 那我又没有带扫描器 scan 他。欸 ，relay 是那个中继站，我来中继站干嘛？好啊，顺便来看那个中继站的那个以前没有拍卖，以前没有坐在那边卖东西的功能啊，现在改怎样我也不晓得。怎样？怎么这么亮啊？对啊，是什么东西？我记得我没有调亮啊。对啊，我没有调亮啊，我觉得还好。啊、有啦有啦。那要看人数的话，我记得点这边吧，可以看得到现在这边的人有几个 region 吗？哎，不见了，名单啊，现在都有隐私了，是不是？好吧，算了。以前中继站人的多寡跟你选的伺服器有关。如果你是在亚洲，跟你选择游戏有关。如果你是英文语系的，就是英文语系。如果你调简体中文或繁体中文，你进来看不到半个人，就算是同一个中继站。因为我之前想跟我认识的人交易都不见了，也看不到啊。现在，也就是说他那个系统根本没有设计哦。那我要跟玩家买东西要怎么买？这个就是那个奸商啊，是不是？不是哦，四天后他才会来，就奸商啊。这个超多的，我屁啊零哦730。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换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就是很那个很心痛，你知道吗？就是你敌了很久，然后，真的哦，所以现在还要用这种交易系统，那超累的，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子很那个，就是以前我就在官方反映过，就是说希望交易系统有那个，现在还在用 trading 很靠北，真的挂到死了，我觉得，真的啊 ，Heavy Climber。全满只要多少钱 ？Want to sell？ 20块，太便宜了吧？现在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以前那一张超贵的、欸、，Booster Kill， 这个我也有，400太夸张了吧？还是怎样？现在看不懂了。Oh my god！ 有些东西也太便宜了吧？世界在改变，人要接受现实。有好有坏啦，我讲这个不是上计划，因为怎么讲，以前的东西 Happy Clever 全满20块，好便宜哦，还是我看错了，他是写 Want to sell 哦。对哦，阿靠威 Help
啊 ，sorry。哦，这边有挖矿机好了，是不是？我看一下它挖矿系统啊，我有三台啊。对啊，可以收集。耶、yeah ，然后新的挖矿系统要怎么弄？我都会叫他去 Jupiter 帮我挖啦。我要挖那个神经元。嗯，我记得比较好的是 Titan 吧，泰坦的。怎么好像名字都一样啊？对啊，多少？太亮了吧？算了。然后我记得还有去 Saturn 帮我收集电池，大概就这几个了。对啊，还有 Sirius 吧，对啊，也是收集电池，电池跟神经元这几个，然后其他的我就不用了。好便宜一啊！讲一下，大概在 Trinity Prime 是去年还是去年，我忘记了，我也没去查。哦，我们不管好了。我那时候 Trinity Prime 之前，如果是我看的那一 Trinity Prime 还没出之前的那一要出之前的那一两个月 ，Heavy Climber 这个卡片，那卡片就是一个 Excalibur 拿着一个枪加攻击，但是你准度会比较散。那个卡片，若我没记错的话，加到满要卖也有200块以上。还有卖300的，卖400基本上没人会跟你买，全满的话，现在好夸张，只要20块我就会跟你买，因为我是，对啊，那现在我要找的那个人在哪里？这边我也太久没来逛了，如果没记错，那个人应该是在二楼，哦，这是 PK 的，好吧。这边我要讲一点自己个人观点，就是我个人觉得做好 PPE 就好，对，个人是这么认为。这是商人啊，他也没什么啦。Good to see you。奸商而已啦。这个卖100块。Listen, I have a little job for you. Interested?欸，奇怪，这个任务好像以前我有接过欸。So, what do you say? Will you help him out? And don't worry, you'll get paid. 没关系，我可以自己解啊。Play now. 我后来想想，我还是不要改飞机啊，因为飞机空投物资，我记得，若没记错了，你也要制作它的材料，制作完成品之后才可以呼叫，好像是这样。This is it, the merchandise acquisition mission. 哦，对啊，对啊，这我有解过啊。奇怪，他又叫我做一次哦。没关系啊，我也忘记他是干什么。哇、哦，好快，你看。可是呢，很快是很快，可是我觉得现在翻滚也太扯了吧，是翻滚更快。如果你有做解码器，按 F 就可以直接那个了。这类型是什么？他也没讲。帮他打好像可以获得这一支的那个守护者。欸，金色的欸，可是我上次用的是大变色的嘞。真的啊，我上一集录的几个都是大变色这样。也不是说完全大变色啊，就是。这边也太黑了吧！这个拿电击棒的也很好笑。哦，我个人认为这个游戏非常适合和跟家人一起玩。我原本就想说录一集，就是说去那个给你们看，说没有啊，这我们以前在我在那个我在官方跟人家讨论的时候啦，你做那么慢不会有手电筒系统吧？我那时候真的以为啊是这样啊，就是那时候就在讨论说以后可能中继站考不会不会做那个就是露天拍卖场，就是不用在那边用
training pose 的喊到死这样，因为你以前我们用 training pose 的喊到死，要么就是喊没人买的时段，要么就是你买的时段没人，你要买东西那个时段没人，不然就是你要卖东西那个时段没人，所以我通常都是要按 ESC 然后去切 gameplay Asia North America 啊，对哦，那我刚切这个、哦，可是我上次不是切北美吗？等一下再去 confirm， 我等一下再去中继站，也不用去中继站看了，应该是没有差多少。这是生存模式嘛？这是莲花枪啊！这有这么暗吗？我不记得。对啊，我真的不记得以前有那么暗。我这翻滚真的太扯了。我以前，如果你能不组队就不，你能去跟认识的人玩就跟认识的人玩，因为你知道，除非我是要刷东西，我才去那个 recruit 频道去跟人家组队，不然的话，我说真的就是，你看哦，你假设你今天开个 T4 defense，T 是神殿防御，然后那个人进来怎么样？这把他花到完了，没关系。听说他是补血用，就是他如果只带那个剑进来，对，他只带那个剑，然后大枪小枪给你练，就是像我哈，他就什么都不打，他剑也砍不太死的，然后你要这样子踩，你看到这边的经验值都在帮他，他都就是劳驾你来练他的武器。啊，我先讲一个题外的话，就是说。那怕你们说现在这个眼睛很伤哦，就是太亮。可是我个人觉得，我以前玩的时候真的跟你，我可以老实跟你讲，没有这个很好、欸，这个会掉那个欧矿，那个不知道怎么念，欧矿就刚那一只飞在上面的那个。刚刚讲什么忘记了？哦，现在就这个，你看我的剑非常亮，这个不论哦。那我当然是不建议你长久玩的时候。去开这个非常亮，好、哦、非常亮。应该说它其实是可以过，它其实可以调吧。它这边有个 display， 应该是可以调。我好像把血量和谐掉了，这个吧，这个打开就会喷血。这边有个那个不论的，这应该是吧？不要调太亮的话，你的不论应该适中的比较，对吧、啊？不会太亮，好吧？当我没讲，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这一只真的算新怪，我真的没看过啊。就这一个，这一台啊，一看到就下一次。以前这个可以入侵去，这把空鸟招出来。现在好像怎么都没感觉。你要懒得打就这样踩就好了。我再把那个不论再调低一点，因为我觉得不论如果你要看特效是真的很好看，以特效上来说它是真的很好看的、啊。干有差吗？还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我误会他的意思？这红红的是什么？哎呦！看这什么东西？看，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东西？刚那个怪我真的没看过。不要太嚣张哦！我基本上为什么会带那个 Root 这一张卡片，是因为我要如果我的队友如果没有
捡到卡片或什么的话，或是我们没有察觉到什么卡片，我可以帮忙标记那个东西。对，因为我很怕漏卡片，或是漏一些重要材料。这氧气包根本就捡不完。那如果你氧气包满的话，建议是不要捡。结果我捡了，连这个摩尔都来了 ，Fusion 摩尔，一台很靠北的一台。好，那这个就是地图会帮我标示的卡片。我有去查一下，紫色卡片好像是要打活动，是不是？然后数值是随机的，他写到底是谁在帮他回的？那一只我的 NPC 啊。我等一下可以开一场完全没有不论的那给你看。有些人可能就是不论一开就回不去了。我觉得这样子好了，不论真的就是特效高一点真的是比较好看，然后你的那个游戏要暗一点。我把不论关掉给你看啊，它应该会重新启动吧。这是没不论的状态下，画面是比较，眼睛是比较舒服一点，你也比较看得到你在干什么这样。但是没有了那些光影，就没有那些特效。但是你眼睛真的会比较舒服一点。取舍啊，取舍。这不能招吗？我记得可以啊，还是要看场合的。十分钟也太久了吧，这个超贱的，你进去的话我的金色的那个皮肤就没了，然后你也不能在它里面放技能。奇怪，为什么是金色？我记得是屎大变色、啊、黑黑的这样。欸，有人挂在哪里？ Oh my god， 如果剩一分钟他不救他，任务失败他不就好笑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这武器。现在我是说那个刀子啊，因为它没有特效的时候真的不讨喜，但是有刀子之后我就会比较喜欢。其实如果真的要归的话，你就归在这边就好了，也不用动，你知道吗？这一只什么时候从我后面来的？这散弹枪也很准哦，越远的你也伤害也不会减。还可以保有一，他挂。他那把枪我也有，可是我记得我是单枪的，我记得没有双枪，双枪好像是小枪类的，要去看。他那把以前我不太喜欢 Greener 的味道，后来也被这游戏感染了，然后好吧算了， Greener 就 Greener 吧。可以回家了吗？他说下面有一个，欸，这是什么？哦，这个是什么？标记一下。哦，好像以前我们是 Fusion Core 嘛，现在好像变成这个，是不是？熔核核心变成这个了。以前我们是用熔核核心的，现在取而代之变这个。我的熔核核心几千个都没了，好像2000多个吧。金色的那个，
妈的，不但没了，苗姐还有帮我转了、啊，还有帮我转成我要的，转成现在通用版的这样。哎、欸，这个是个矿石、欸，这个以前也超缺，好像叫 Fury 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因为 我以前有去查一下怎么念的、啊，可是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好像忘记怎么他的发音是怎么发音的，我个人是有忘记了。我看这样看好精哦，告杯。如果你不把不论开起来的话，蛮好看的哎。你如果把不论开起来，就是太亮了吧？可是不论很好看的，真的，不要开太高。有点不论这样子，哦，真的有差，五才有差，但是 ，Go if you don't you die, seriously go， 但是你的身体太亮了，对吧、啊？你的身体的反光、啊、，You did, I knew you could handle it， 对吧、啊？他的设计图，你还要做就可以把它召唤，就像我刚招那只异形一样，卡片都以前。都有的，962太多了吧？一趟下来9000多，以这样的话算蛮不错的收入了。哎、欸，这里是结任务嘛？那因为我刚换伺服器了，对不对？我刚换成那个北美嘛，那我们就来看，这边应该是跪下来要干嘛的？哦，不是不是，选星球的，不用那么麻烦。你看，现在玩家就变多，像刚刚在那个亚洲那边就玩家人数比较少。我现在一楼嘛，哎、欸，那我们看一下，真的没有，他真的没有那个自动交易系统嘛，就是露天商店了、啊。这边现在有点那个，是因为玩家多的关系。真的没有做，很可惜，就是没有办法挂露天拍卖这样子。对啊，你啊没有办法挂露天是吗？调查一个人还是按 F 吧？不是哦。对啊，那没有，这样可能是我记错了。我再调一下不论好了。19啊，20几，这我都觉得还好。一开始数字多少？50。超闪的。可是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一位。